嗱，呢部挑戰最快咧，外檔嗰邊黃色舞高英啦，開邊綠色舞就係精彩故事。內檔灰馬小力上，第二位咧就係咧黑色舞嘅登程一號啊。暫時慢少少，我開邊外檔上翻嚟第四位咧，見到咧就粉藍舞嘅勇敢熊貓啊，啱啱跑咗200米路程，過800米段處，前面最快咧就內檔登程一號。開邊外檔第二位見到高英啦，第三位咧就外檔過嚟，後邊咧見到係勇敢熊貓啦。暫時咧拖慢少少，涉蘭嗰筆咧就係第四位嘅精彩故事。好啦，轉翻入最後直路啦，前面一對馬放得好快嘅，內檔數出嚟就係登程一號，開邊外檔高英，第三位走外檔咧，見到係勇敢熊貓咧，涉裏邊內檔咧一路係撳住咧，嗰筆精彩故事嚟嘅，走勢麻麻地嘅啫。好啦，仲有200米到終點啦，登前一號再騎得2步，仲係佔先嘅高英咧，亦都係咧第二位幾好走勢嘅。三四位啦嘛，形勢冇變啦，仲勇敢熊貓、巴美痴男咁樣就精彩故事。準備過終點啦，贏試集就係用呢筆登前一號跑第二名就係高英，第三名就勇敢熊貓，第四名係精彩故事。